拆一块大桶的鸡爪，今天刚到的，然后再来看看一共有多少只，但是也就是个大概吧，因为它那个鸡爪啊，它大小是不都是这样的啊，看我收到的跟你们收到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大小它每一批原材料不一样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，拆根飞出去，十一十二你再掏开两个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爆扣，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，又是两个装下的盘子，二八二九，这好多呀，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个三十四个，看啊，里面也有辣椒，但是你要是把它都磕下来的话肯定也很多，对吧，咱们都是收到的都是一样。